你好，两位，一共消费1980，你们看谁买啥单？我来吧。二位，你们看谁买啥单？这样吧，服务员，等一下，我们再点下菜，等会一起结。啊，就是就是，等下一起结嘛。好的，两位请慢用啊。琪琪，我们好久没见了，想吃什么呀？随便点，我请客。那这个，还有他们本店的特色啊，小麻花，全给我来一份。行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放心，我不走，我去趟洗手间。行，快去快回啊。你好，美女，是咱们店的特色小零食小麻花，你尝一下。这个小麻花鲜香酥脆，甜而不腻。一口一个，满口留香。这个不便宜哦。哦，这款小麻花呀，好吃不贵，一箱又有100根，只要聚点柳，多种口味，而且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包装，还包我到家呢。那还挺划算的。行，那你慢用。哎，琪琪，吃的怎么样？哎。挺好吃的，但是你看剩这么多怎么办呀？那要不你打包？行，打包好，打包好。行，我去买单。哎，快吃快吃。哎，老板，我有事先走了，等一下我男朋友买单。行，你慢走啊。你好，美女，一共消费2980，请买下单。不是，他刚才不是说他买单吗？你那个朋友说了让你买，快点。啊。